推虽然是那个容易给被干。我日你娃儿，现在买菜咋子买嘛？人都挤不进去了，人山人海的，看嘛，比过年还热闹，是你对哦。抢空了，抢空了，抢空了。什么时候见过这种场面？菜全部抢光了，肉也抢光了。今天成都经历了一场难得一见的抢菜热潮，老板刚把一筐菜拿出来，没一会儿就被全部抢光了，然后大家拥而上都去抢这个白菜，很多菜叶子都被抢坏了，可把这个老板急坏了，赶紧把这个筐往回拉了一下。不过还是有很多年轻人选择排队，看他们都买到了菜，超市里的菜也抢完了，只有一些坏了的番茄，唉，太难了，看这一圈全部都卖光了。超市里排队买单的人特别多，乍眼一看应该有100米左右吧，往前走往前走，这全都是排队结账的人。这个大妈真厉害，买了这么多菜，尤其这大米够吃两个月了吧。那我把所有货都拿出来卖完了。完了，全抢完了，这个菜都全部卖完了，以前这个菜是非常多的，但是现在已经卖完了。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，不受财团政党影响，真实感言。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、两岸议题，或者想要寓教于乐、丰富人生，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。订报专线0800566688。